猴年神剧孤单又灿烂的神鬼怪，在播出期间你是不是也看到满满的拔剑照，连鸡逼都在找自己的鬼怪新娘，仿佛全世界都深陷在鬼怪的魅力里。虽然电视剧已在2017年1月底正式播毕，但鬼怪热潮至今不减反增。不仅孔刘的台湾见面会门票在上周六开卖，短短十分钟就全部卖光光，甚至连上周播出的韩剧《金科长》都还在玩鬼怪梗，瞬间成为各大入口网站的热门新闻。这些日子以来，也可以看到在综艺节目、广告剧情中，各种鬼怪梗怎么玩都玩不腻，不过看起来都还是很趣味。除此之外，超好听的 OST 不仅占据各大音源排行榜，也成为许多艺人翻唱的爱歌。赶紧来听听看不同版本的翻唱，来回想经典片段吧。更多最新最快的韩剧消息，请锁定 K-POP 本。It's beautiful life.